还是啊，被人打了，告诉哥，哥帮你去报仇。你才被打了呢，还说没被打，你看看你这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，拿笔蘸着都能写字了。当然啊，哎不行，你看看，就这个地儿，哎，脖子怎么了？啊，我给你。怎么了？这几日练的？疼疼疼！哎呀，师傅。你今日不用当值吗？徒儿今日不当值。你不当值，你陪我去教场，我们切磋切磋啊。嗯。你要知道，海市是你弟弟，不可逾矩。师傅，徒儿突然想到，少子哥找我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师傅。 我也先去忙了，还是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